家好，我是李明川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今年秋冬到底流行些什么呢？待会跟着明川老师到搜狗忠孝馆、复兴馆好好的逛一逛。今年秋冬流行80年代复古风格，廓形的设计再次席卷流行舞台，不同缤纷的色彩也让你诠释更多的时尚风格。异材质的组合在今年表现出女性优雅的风情，雪纺纱在秋冬也出现咯。在今年秋冬流行元素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颜色的流行，大地色系让你有优雅的风范，橘色调带给你更多温暖的感觉，黑灰色系创造出今年秋冬时尚的元素，多彩层次的变化创造出更多不同的风格。你准备好了吗？ Here we go。 优雅大地色系表现出都会女性的风情，长项链可以拉长你脸部的线条，再加上米色系是一个百搭的秋冬色。街头波西米亚风透过流苏的风格，不管是在袖口甚至在配件上，都可以创造出流浪不羁的风格。温柔的女人风可以透过一些饰品来诠释，当然以服装上面来讲，蕾丝绝对是最好的选择，以及透视感也是在今年秋冬不可或缺的流行元素哦。今年秋冬大量出现轮廓的变化，从一字领到宽裤，甚至是很多结构的一个元素，也可以表现出在今年秋冬不同的流行色彩。都会时尚的风格可以透过千鸟格来呈现出来，另外呢，相当具有女人味的荷叶设计也可以表现出另外一种都会的形象。当然装饰性的剪裁也是在这个造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诠释，另外你也可以加上深蓝色的风衣外套，表现出更时尚的风格。全球都在吹流行的运动风，当然包括你也可以选择像这样子的螺纹抽口的设计，或者是呢在下摆做一点点铆钉的剪接线，这也是运动风的一种哦。而在今年帅气时尚的风格里面，男孩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全新研发的烘烤真颜创造出来的新秋冬系列，包括临近烘颜、光学真颜，呈现如同皱褶却又多彩的全新系列。具象化的花艺设计在服装上，我们利用不同材质来表现，针织以及皮质的布料创造出异材质的组合，整体造型你可以搭配一个手拿包同色系的穿搭。甜美摇滚的风格在今年秋冬一样是非常的流行，透过红色系以及皮质的单品，甚至是你在整体造型上可以利用撞色的方式，利用同色系的撞色法，也就是用红色衍生出桃红色的风格，也可以表现出甜美摇滚的另外一种风采。今年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地色系、军绿色，甚至是搭配牛仔丹宁的风格，你可以利用一些小小的配件创造出更多的层次变化。融合女孩的甜美以及女人的性感，透过雪纺纱以及粉色的手拿包，创造出大女人的性感。今年珠宝流行趋势是跟宇宙借光，透过新型的切割方式，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绚丽风采。深蓝色是时尚圈的新黑色，所以透过蓝色跟黑色的拼色组合，以及呢透过不同材质的变化，让这样子的文艺清新更有个性。强调比例、剪裁、色调与细节，本季的洋装款式丰富多变，具有迷人的设计细节，极具质感的面料散发出女性风姿绰约的姿态。以上流行趋势你学会了吗？掌握线条的比例、布料的不同以及颜色的穿搭，在今年的秋冬你也可以成为时尚达人哦。搜狗时尚学，下次见。